日军纠合第32师团、第21师团，独立混成第6及第10旅团，各一部8000余人，由邹、滕、枣、毅、林、费等重点出动，分10路大规模扫荡鲁南暴徒固山区抗日根据地。小心点啊！注意脚下！小心！小张，快过来！ 哎，同志，看见武忠义、武营长了吗？武营长他们留在最后阻击鬼子的主力部队了。林山，哎，同志，看见武忠义了吗？没见到，撤退的时候武营长他们一个都没回来。第6旅团的行进方向差一步就到你们的防区了，你知道该怎么做吗？报告旅座，鬼子来了。
卑职保证把他们揍得屁股尿流！糊涂，谁让局打的？吕座，那鬼子来了，难道让他们揍咱们不成吗？我说这几年的书你算是白读了，你看看日军的行进方向是冲着哪儿去的？报告吕座，卑职早就看明白了，日军是冲着八路军去的。既然知道日军是冲着八路去的，你摩拳擦掌的叫什么劲呢？我告诉你。你就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守好了，离开防区半步，我问你十问。可是吕座，鬼子都晃到咱们眼前了，这到嘴的肉不咬一口，那不太委屈了吗？什么叫到嘴的肉？日军的一个旅团有8000多人，你拿什么咬？啊，你不怕硌着牙？你以为打仗就是拿着枪去拼命吗？打仗首先讲的就是政治，你要敢擅自妄为，我撤了你这个连长。卑职明白。 秋文，我知道你恨日本人，可是我们是军人，得服从上面。日本人要打八路，那就让他打去呗。你的任务就是坚守好自己的阵地，别让日本人扫荡了八路之后突破到我们的防区来了。听明白了没有？卑职明白。 向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。哎，不跟我说哈，真的，这些八路军咋个就是恁个的样呢？这一天下来，没有给日本鬼子半点机会。当官，八路军从李家村一带撤退，日军追随，双方再度交火，现在八路军已经撤离到柱子岭一带。葫芦套。 王家沟子，柱子岭，这是奔我的防区来了。自然，连长，我都不晓得你把这个地图定到几爪子。哎，你现在就应该把我们部队拖出去打噻，肯定把他们打得苦血流了。哎呀，我知道，这不是吕座严令吗？让咱们死守防区，不能越雷池半步，我怎么办？问题是现在日本鬼子都已经到我们眼皮子底下了，你要是真的不打的话。 你就是个瓜兮兮的怂！再说一遍，我踢死你！传我命令，让弟兄们做好准备，鬼子要敢闯进我的防区，给我狠狠地揍他个狗娘养的！死！ 这是我们现在的位置，这是王家沟子。一会儿等天黑了，集合弟兄们往这撤。王家沟子那片林子咱们守，到了林子里，小鬼子就是两眼一抹黑，到时候玩死他们。营长，那听你的。到了王家沟子，咱给弟兄们报仇。到了王家沟子也不能死扛，要逗小鬼子跟咱们绕圈子，圈子绕得越远。
对首长和分局机关的撤离就越有利。营长，鬼子要是咬着咱们不放怎么办？我就怕他们不咬着我们不放。营长，这些够了吧？差不多了，你到那边看看，坑挖的怎么样？是。营长，说，俺走不动了，你就把俺留在这里吧，俺还能干死那几个鬼子。伤养好了，还能再干几十个、几百个鬼子。我们不会丢下受伤的兄弟。营长，俺看俺这条腿算是废了，你就把俺留在这里，俺还能拖一拖鬼子，你们也能多走几步。俺叫做柱子，这儿叫做柱子岭。俺死在这里也算是回家了。别瞎说，好好休息。营长，准备差不多了，抓紧时间把手上活干利索了，差不多该撤退了。柱子，你还别说，这柱子岭还真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，是不是柱子？気をつけて進め。
是来势汹汹啊！好在我们撤退的还算及时，其他根据地的同志们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虽然撤到了新的根据地，但是我们这次的损失太大了。也不知道武忠义他们怎么样了。他们为了拖住日军的主力，掩护我们突围，肯定是拼死一战了。也不知道。 还能不能再见到他们？是啊，都是好同志啊。虽然他们现在没有消息，但是我相信，吴忠义一定能够把他们带回来。我也相信。 鬼子犹豫了这么久，总算是又追上来了。营长，我们从那些死了的鬼子身上摸到这些手雷，不知道炸死了多少鬼子，反正我们现在进林子了，要不要在这里埋伏，再跟他们一家伙？总不能让鬼子追丢了人，我们就是让他们追在我们屁股后头不放。 冲锋队已经准备完毕，请求下一步指示。10分钟后，发起攻击。嘿，等一下。嗯，属下觉得有点不对劲儿。有什么不对劲？八路的主力已经从另一个方向撤了，留下小股部队在拖住我们。中国人管这招叫“窃居保帅”。田田君，我知道你的军事才能，但是你来中国不久，还缺乏经验。我跟八路军已经打交道多年，知道他们的底细。 八路军是不怕死，但是他们缺乏弹药，他们连训练都没有子弹，一群枪都没有开过几次的士兵，怎么可能给我军造成这么大的伤亡？所以前方必定是八路的主力。属下，从白天的交战来看，共军有好几个火力点，这绝对不是主力作战的表现。田田君，这就是中国，这就是八路，拿着大刀和锁镖。 就敢通过大日本皇军对抗，在我们强大的武力面前，这样的举动只能是送死。中国有句古话叫“兵不厌诈”，属下觉得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任何的阴谋诡计都不堪一击。能这样抵抗我大日本皇军的，这必然是敌人的主力。不过，我不会再给他们机会了。都山上。 那个跌了的西山上那个冰啊，你妈妈那个冰川呀，起了妹子不见个人。 你在你家里得了病，想家了。来，喝一口。哎，今夜是最后一夜。 首长们应该到新根据地了。营长，嗯，我想柱子他们了。我坐在这里看了半天，总觉得柱子他们会从那边冒出来。上百个兄弟啊，他们互相扶着，追着我们来了。 柱子他们，现在中国处处烽火，每一天
都不知道有多少好汉子倒在敌人的枪口和炮火下。我常常想，就算我也和柱子他们一样，光荣了，但我们的国家有一天能好起来，我们的后辈能生活在我们拼死保护的大好河山里，国泰民安。 我就算是死了，也心甘情愿。我想柱子他们和我想的是一样的。对，将来有一天我们的国家好起来了，我们的后辈会生活在我们拼命护着的大好河山里，国泰民安。对，国泰民安。 就十几里路了，简直是个瓜稀溜！就十几里路了，就十几里路了。你说啥子？友军吧，鬼子已经突进到瓜家屯，离咱们的防区就十几里路了。老子要是把部队拉出去，一顿狂轰，不知道能炸死多少鬼子。那个瓜娃子不好。你说什么？ 我咋都没走？我说的是立功的好机会来了。要是鬼子进入咱们的防区，那就不算违抗军令了吧？那肯定不是噻！哎，吕总不是都说了吗？喊我们不能出去打，但是没有说鬼子来了不能打的嘛。但愿老天保佑，让鬼子瞎了眼闯进咱们的防区。他们追击八路这么久，已经筋疲力尽了，老子就不信干不过他。 对噻，吴忠义。 我知道你心里只有孙梅姐一个人。要是孙梅姐在的话，我相信她和我是一样的心愿。吴忠义，你一定要活着回来。 再休息一会儿，准备突围。小毛驴，我们能不能突出去，就看你的了。 前进去喽！
快围上来了，撤！枪声都听到了，枪声都听到了。妹子，我一句话不晓得当讲不当讲。有屁就放，要阻止咱，我们四川的话，肯定当不得炮哥。什么意思？炮哥从来都不得拉稀白带的。什么是拉稀白带？你妈老子是孬种，那你是连长，我咋敢骂你呢？那什么意思？ 你要是真的想打日本人的话，那你在这儿这里啥子用呢？你以为我不想打呀？吕座刚打来电话，让咱们死守防区。唉，我现在是老牛追兔子，有劲使不上啊。但是吕座说的是要严守防区，但是没有说不能打。你有办法？你有办法就说。老子要脑壳不是得瓜的。 就都有办法噻。你说废话，只要办法管用，你平时背地里说我的那些坏话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哎呀，哎，雷子，你刚才不是说我们都已经听到枪声了，是不是？啊，那说明啥子呢？那说明现在日本鬼子在追八路。对，但是现在八路去躲到哪去，日本鬼子晓不得，所以我们现在只要放一声枪。 他们如果听到了枪声，鬼子就以为八路跑到我们这边来了，然后一头钻进我们的防区，是噻。哎呀，小四川呐，小四川，你这个瓜还真有点鬼脑筋呐！啊，哎呀，连上嘞，哎呀，你是个四川娃，说不清楚啥子官儿哦，是瓜兮兮的。哎呀，随便吧，随便吧，不管什么瓜，只要能打鬼子就行。哎，连上，那我现在是东西，跟你去打鬼子，去吧。 凌晨时分，日军进犯我防区，已经开始交火，请求支援。是不是你在搞鬼？吕座，我军士兵十分克制，没有出防区一步，可能是八路军把鬼子引过来的。现在战况如何？报告吕座，我军目前防线十分紧固，但是日军在不断增援。吕座，日军为了围歼八路的主力，派出了一个大队，可是我们只有一个连。我派人支援你。多谢吕座。 卑职马上去指挥作战。小文，吕座，还有什么指示？既然鬼子进了我们的防区，你可以老子狠狠的打。是。解放碑阵地，传我的命令，给我狠狠的打。 在和鬼子交火，营长，是哪们的人？哪们的大部队来接应咱们了？不是我们的人，是国军。我们进入了国军的防区了，是他们在和鬼子交火。营长，那咱咋办？先等等看，鬼子追了我们那么久，要是有机会。 得再咬他一口，回去，走。八路的尾巴藏了这么久，终于露出来了。前方打得这么激烈，八路一定是掏光了家底。我。
我们就要大功告成了。不行，属下觉得有些不对劲儿啊。嗯，有什么不对劲？阁下请看，这里。八嘎，我们进入了国民党中央军的防区，我们跟中央军打起来了。铁铁军，马上派兵增援，中央军的装备可不是土八路能够比得上的。嘿，既然我们进入了他们的防区，就一鼓作气把他拿下。嘿，尝尝被炮轰的滋味。小子川，这回让你看看老子到底是不是孬种。小子川，小子川，下。阁下，前方部队已增援到位，但敌军炮火相当猛烈，我军伤亡巨大，属下建议派遣敢死队拿下敌军炮火阵地。钱将军，你做得很好。由于我的判断失误，造成皇军如此重大的伤亡，接下来的仗怎么打，钱将军就由你来指挥吧。阁下，虽然有小小的失误，但阁下的指挥才能是前天无法比拟的。阁下，请振作起来吧。可是八路的主力丢了，我向大本营怎么交代啊？只要我们打了胜仗，就有很好的交代。钱铁军，你说的对，就按照你说的派遣敢死队，首先拿下敌军的炮火阵地。嘿，报告，说，鬼子的援兵一波接着一波，还派了敢死队，弟兄们有些顶不住了。什么？你们拿大炮轰也顶不住？鬼子在敢死队的带领下冲的实在太猛，现在已经冲过了我们的炮火覆盖范围了，打炮咱们在行，可是阵地战弟兄们不灵啊，快请求增援吧。给老子狠狠地打，就算把人拼光了也给老子顶住。是。元仓，你怎么？小四川，过来。跑哪儿去了你？报告连子，我进探听敌情去了。探听个屁敌情！你又不是侦察兵，你是报务员兼老子的勤务兵，你的任务是报务和伺候老子，老子要时时刻刻的看到你。什么敌情？好多鬼子啊！连子，我不扯吗？放屁！你敢扰乱军心，老子毙了你！吕座已经派援军过来了，只要咱们坚持住，援军马上就到。跟我走。哎，这铁儿，没有援军，咱们俩就是援军。我就纳了闷了，八路军那点人，那装备，小鬼子至于这么兴师动众的吗？哪晓得小鬼子在发啥子神经呢？连长，连长，我们赶快撤吧！放屁！小四川，你
敢扰乱老子军心，老子亲手毙了你！回队！连子，鬼子开始通风了。小鬼子真是不要命了，给老子拿定机枪来！旅长，旅长，云总，园丁呢？援军在路上遭遇了敌人的阻击，弟兄们快挺不住了！旅总，不能撤！我这这么多大炮，不能留给小鬼子。鬼子也调来了重炮，如果你们不撤的话，你们就是阵地上的活靶子。旅总，弟兄们会坚持到最后一刻的。李志文，赶紧撤退，这是命令。李志文，弟兄们，打鬼子！顽强，联系前方话务员，报告敌军阵地坐标，敢死队暂停攻击，炮击后再发动。嘿，破玩意儿，还说鬼子话，那他妈最恨鬼子话了！慢点，留着，也许有用。营长，这玩意儿留着没有用，就算有用，咱也不能鬼子话呀。留好了，让你留着就留着，拿着，来拿着。怎么样，弟兄们，还有劲儿吗？啊，那咱们就再杀几个鬼子。Thank you.
军，弟兄们，援军来了，援军来了。醒了！哎哎，卫生员，到，赶快抢救！对，快，看看有没有活着的。忠义，吴忠义。